赵小燕，看五星座的夜子盘。夜子盘哪有金银悉数进贡的金叶子好玩的？宋云说今天点心不上心，我要多下几单。哎，刚下单买了辣子鸡的材料，不知道能不能比得上新出炉的点心。点心哪里比得上辣子鸡啊？肖掌印，您一个人用餐肯定很无聊，带上我吧。我不想做朝天女，不想住在皇宫。好难啊。娘娘如果愿意，萧铎定会护你一世周全。